知道发生什么情况，因为那个轮那个钢轮有喷那个啊，喷灭火器那一定有着火，你就锁死，砸啊锁死啊。看来讲不是应该要访问，就是说陆局里面的人，但是他们忙得要死啊，姐姐他们张宇都忙得要死，然后可能给你访问，是这样说没错啊。对啊，他们都在处理中啊。11月9号，方案呢？瑞邦的罗邦丹哦。21:01，我们是12:50，前六天一上午阿法牛，那么那应该那天就很忙啊，没办法。然后那天警察都在那边，我吓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是公安列车长，姐姐，我是专机啊。我就听到你说吓死了，我想说我才被你吓死了。我是专机啊，你要搭哪一台？对啊，搭车X2。啊，完了。我是25是哦，那风暴它叫烟香北湖的烟雾气，三个项目啊，保全的，感谢再见，拜拜。